生看我，不要把爱寄托给宿命和掌纹，请不要再用无奈的悲怜陪我，不要把爱看得像风中的落尘。我不是一个害怕带着伤的人，沉默不代表我绝对的沉默，我只是故意装着无所谓，许多支离破碎的梦都是无辜的孩子，我只想要一个真实的明天，心中拥有一个收容卷土的小站，可以飞翔，可以仰望的地方，小小的天堂，眷恋忧伤。我只想要一个真实的明天，有个蔚蓝天空，收容一切的希望。结束流浪，结束迷失的脸庞。锦绣，恭喜你出院，改天我再来看你。谢谢，改天你一样来，我会等着你啊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再见。啊，妈，我也要赶回学校上课，我来不及了啦。阿爸，再见啊！来，再见，再见。我来给我姐姐的工作。拜谢啦。别，来给，来给。我们回去吧。小梅的时候，我心里突然好紧张，我好怕。怕什么呢？锦绣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从今以后都不要再害怕，因为我会做你的好丈夫。我跟小梅之间已经永远成为过去。对不起。我应该相信你，相信小梅的。林静，我虽然很喜欢小梅，但是如果必须跟她竞争的话，我这一次绝对不会再退让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你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好好的养病，我要带你去旅行，弥补我们没有度蜜月的遗憾。关注啊！哦，啥人？啊，你找唔到人啊啦！啊，好好，
他们就连累了。我看规气咱敲电话吼，来去病院门诊上啦。安尼刚好，我看规气咱顺祥敲电话转来啦。万一咱即马来敲电话去，啊顺祥拄好伫共动手术，安尼就真不方便呢。来，忍着，忍着，爸较轻松哩，免安尼紧张。我出完代志，互因少年甲你紧张就好啊哩。那等你做人的爸母了吼，就知影讲吼做爸母的苦心啦。我二十几年拢请这个囝吼，啊，但今麦囡仔大汉啦，我开始要烦恼外孙啊啦。大汉你几时讲你会当来我家来啉茶？这个想起来，你一摆你来我家啉茶的时阵，哦，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了。嘿啊，啊而且吼，迄个时阵吼。我嘛想要到讲，咱两家会发生遐尼侪代志嘞。这都是人伫讲，人生的代志本来就真歹预料，是讲这讲起来嘛是人生的趣味嘞。唉，当二十年前啊，我嘛想要到讲，我会甲你做厝边，啊实在恁一家人。是，我嘛想要到讲吼，阮小兰煞去嫁恁信雄啦。我是讲吼，这摆小兰若讲真是有心哦。最好是会搬到我家住，那大概有一个照顾，啊，你咪用时常来看伊啦。是讲住我遐嘛好啊，敢不是讲边边已经搬倒来住啊？莫阁讲边边个代志。是安怎是？是边边甲仁豪阁做甚物代志，互你生气啊？本来我俩准讲边边也是搬倒来住呢，仁豪就较直点出去，袂安尼四界跑跑走，结果呢？明明定也是安尼吼，半暝三更才转来啦。也若无是，根本就无看人。啊，若真好嘞，迄个较歹讲。哎，讲到这两个人哦，已经口角了然啦。林先生啊，我是想袂到讲，等伊做人遐尔好，啊，这人吼奈跟你差遮多吼。这个大概是天公伯安排。也不一定是讲我前世人欠的。阿婆，阿婆，这摆给你，一定是好消息的。哎，啊，顺祥啊，我到你等你的电话呢。哈哈哈，嘿，哈，哦，嘿，我知道，好，我你去无用吼，好。先坐先。顺祥讲哦，小兰哦，不是有心啦。嘿。哦。啊，无紧啦，当伊两阿哥是少年嘞，坐啦，啊，坐你啉茶啦。那以后要有心的机会还佫真济呢嘛。无可能嘞，我哪会去看唔到啦？是讲安尼也好啦。等恁两个少年的感情还佫较好的时阵哦，再来有心，安尼就佫较好。啉茶啦，啉茶啦，啊！唔免啦，时间无早吼，我好来等啊，我找佫一寡代志咧，明天再佫来啦。好，留时间再较常来咧哈。好。再见。是有兴趣，我才带你来淡水海边啊，行行逛逛嘞。那是我出世较大汉的所在。我来跟你伫讲话嘞，敢讲我真是老啊？阿伯啊，你跟上你讲话。无啦，我无跟上讲话。来，林姐，林姐。哎，我来。阿锦秀嘞。你老丁休啊！陈伯母呢？啊，就顺祥打电话回来讲，小兰没有怀孕了，哎，就足希望就回去啊哩。小兰还年轻嘛，怀孕的事情就不用急了。阿贝，刚才我告诉锦绣，等她身体好一点之后，带她出国去玩一玩。她，林姐，等你丈人若是回国回来时阵，看到你甲锦绣两个感情愈来愈好，一定真欢喜。
踮伫病院，我看到小妹时阵，我本来了准讲恁两人会真袂自然啦。啊，后来我看小妹安尼吼，真捌道理，真大方，我就真放心。是讲这段代志，我再乎你真为难了。阿佩，我跟小梅心里都很明白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只能够像好朋友一样的相处。其实我们两家，像今天在医院里彼此问候、关心对方，和和乐乐的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好。我相信小梅跟我有同样的感觉。幸好我们没有做错事，没有伤害周围这些关心我们亲人。听你安尼讲吼，我规个放心起来，我还用得意我啦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检验不出来吗？大姐，没有怀孕当然检验不出来了，不过妈很失望。哎，妈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不过没怀孕也好啊，我还没有当妈妈的心理准备。我都不相信那个检验是对的啦，你看看啦，你一入门吼，就摕迄咸酸甜一直吃一直吃，你以前这拢无要吃呢，啊，这不是病巧无，这是啥？妈，你要相信科学的求证嘛，你别急啊，你害怕没有机会当外婆吗？妈妈是想要当年轻又漂亮的外婆，而且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拜托你们了，既然我没有怀孕，你们请你们不要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。阿父是不相信说我的经验呢会比那个检验还要差啦。哎，我告诉你们件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杂志社录用我下个礼拜一去上班呢。哇，真的呀！大姐，好棒啊！大姐，对不起。哎，大姐，你啊，你这吼，可别头别都不是白囝啦。啊，顺雄阿公哦，检查出来吼不是怀孕，我叫顺雄，我检查一摆。阿爸，我看小兰是贵病的。啊，你确定伊无怀孕了？化验出来的结果是阴性反应。表示没有怀孕，不过也有人大概要到三个月左右才检验得出来。还有过时间才检查出来的。阿伯，你急着抱孙子？不是我急了，是圣雄跟丁妈哦，比我还着急。他是在跟我怄气，他凭经验看，一口咬定小兰就是怀孕了。哎，圣雄，你这位正牌医生这次恐怕输给陈伯母的经验判断。那我也认了，输给自己的丈母娘不丢人吧？嗯，你呀，你才该加油了呢。我，圣雄，你说人杰什么事要加油啊？没什么，说句玩笑话。锦绣，你怎么起得这么早？空气这么好，我想早点起床。哦，人杰啊，你的手表放在浴室里。谢谢你，我忘了。阿北，等他们两个上班以后，我陪你出去散散步好吗？好啊，是讲看外面风干真透凉，啊，你身体敢不敢没？你要得问问圣雄啊。我，出去走走，呼吸新鲜空气也好，不过不能太劳累，身体要吃得消。我就是想把自己身体赶快锻炼好啊，这样啊就可以跟人杰出去旅行了。嗯，过没多久吼，难道就给家老姐了。昨我有甲蔡文讲过，应该吼顺序甲小兰啊，我带到顶头。好啊，我最喜欢大家庭的生活了。仁杰，你呢？当然好啊。妈，小兰真的怀孕了。啊，不要的，佳欣，我还有。对，上次的化验单啊，
是护士弄错了名字。你真的厉害哎，小兰真的怀孕了。快了！哎呦，正想打电话来说哦，小兰嫂真的是怀孕了啦。妈，恭喜你啊，你要做外婆了。哎呦，我来说哦，我的经验是不会看错的啦。说怀孕真的就是怀孕了啦。你说你喜欢吃什么，我亲自弄给你吃。你不要跑到厨房去。你说的啊。我说的。哎，阿老鹰来了。来。来，你恭喜姐夫啦！恭喜！谢谢大家，尤其要谢谢阿布送给我这么好的老婆，尤其过些日子啊，他就要帮我生一个很棒的儿子。哎，姐夫，你的意思是说二姐这次是生男的喽？这个我倒不知道，我刚太高兴了，没有表达好。其实生男生女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好的嘛。这样说就对了嘛，你千万不能像我老爸一样重男轻女啊！我保证不会。爸最差劲了啦。没来就去四个女人之后，他还想要一条龙，结果还把小龙带到美国去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其实生男生女啊，还不都是一样。对了，我拄仔去中药店吼，探一条中药啦。听讲这是清朝宫内秘方哦，吼，这食了挂定吼，我顾身体，囡仔我健康的呢。谢谢妈，妈你干嘛那么操心嘛？是啊，妈，小兰的身体我会好好照顾的，这个你放心啦。谢谢妈。我知影你是医生啦，要不我吼以前有生的时阵吼，拢食这条药啊呢。吼，我囡仔逐日要看卖，查某是水囝安尼啦，啊查甫汉草果果拢巧哦。吼，为了让我的孩子啊像梅兰竹菊这么优秀，我一定让小兰按时服用你的秘方啊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啊，囡仔生出来才会健康啊。我叫小兰怎么做啊？好，这里有在家啦哈。阿布，我跟你去学习一下。好，我教你嘛。来。小兰，我真是替你高兴，你一直是我最亲爱的妹妹，突然间你就要做小孩的妈妈了，人生变化真是很快。大姐，我知道你前些日子过得并不如意，可是我又帮不上忙，实在很抱歉。不要再说了，这就是缘分嘛，有缘人才可以成为夫妻，你跟盛雄有情有缘，更是难得。姐，你太消极了啦！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缘分不缘分的。今天啊，我要是得不到的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拿回来。三姐，你太自私了，一点都不了解大姐的苦衷。我怎么不了解大姐的苦衷啊？我只是不赞同她的做法，我是认为……大姐，对不起啊，我话说得太重了。只是有的时候我的心里很矛盾嘛，我觉得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去看妈妈煎药，好不好？小卓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不能再冷静了，我爱你爱的太痛苦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了。我今天一定要一个了断人情。小卓，人杰是我的丈夫，你为什么要抢我的丈夫？他并不喜欢你，他是因为你可怜才留下来的。小卓，我求你跟我走，无论到天涯海角，我都愿意跟着你。我发誓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的。我发誓，人杰，我发誓。小卓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你回去，我们不会有结果的。人杰，人杰，我只求你跟我说一句，你爱我，你让我知道你是真的爱我，这辈子就不会有遗憾了。人杰，我求求你说一句，我求求你，人杰，我求求你对我说一句吧，人杰。
仁杰，我求求你，孙生你爱我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仁杰。好好好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孙生。你醒醒啦，你上班要迟到了啦。哎呦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不是我，那应该是谁啊？我怎么会做这么悲惨的梦呢？这就叫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懂什么啊，小鬼？别人的事我或许不懂，你的事我最清楚了啦。谁叫我们这里睡同一个房间嘛？睡同一个房间又怎么样？你又不是我肚里的寄生虫。我才不要做你肚子的寄生虫呢，我是你的床边人。你说什么话？我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小心啊，我以后替你出自传啊。不过那也得你先成名再说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小菊啊，你真的记得住我说的梦话吗？那当然，我是背书大王。哎，你那几句啊翻来覆去的梦话，我会记不住吗？那我的梦话里都说了些什么？说，对不起，恕不奉告。哎，你少吊胃口好不好？我说的梦话我有知道所有权，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嗯，那也可以啦，不过你要把你嘴上这双新买的拖鞋送我。我舍得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送给你，送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快说，快说嘛！等一下嘛，我想一想嘛。快说嘛！我说啦，你最常说几句啊？就是，啊，仁杰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求求你告诉我，只要你说你爱我，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。你说啊，仁杰。太感动了，小菊，你真的把我的牺牲演活了。我从来不知道我会说出这么诗情画意的话来。喂，你们还不换衣服啊？大姐，你看这也是我新拖鞋。好啦，上学快迟到了，快点啊！好啦好啦好啦啊！大姐，说到仁杰跟锦绣要出国度蜜月嘞，我是听到他叫会计订机票了。那也是应该的，我们都输了。输给王锦绣，我觉得很窝囊啊。祝福他们吧，现在仁杰就像是我们的哥哥，锦绣就像我们的姐妹一样啊。大姐，你根本是自己在骗自己，我不相信你会把仁杰当成哥哥，我也不相信你会忘得了仁杰。是真来搁订去啊！妈，去上学喽！哦，路上要小心哦！啊，进到学校这个便当盒要拿出来蒸哦。好啦，妈再见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哇！来，你做哪位啊？哎，小竹啊，啊，明星啊，这歹看啦！昨暝睏啊无好吼，喂，哦，叶子田，你找小竹啊？哦，他刚刚走了。哦，你在巷子口等他。哦，大概你们错过了。好，再见。叶子田说啊，他在巷口等你上班。他真的很阴魂不散呢，我又没有让他等我，他活该啦。我感觉叶子田这囡仔袂歹啊，等下你写你花店吃头路，暗时啊搁夜间补读书呢，家己打拼。哦，那这款少年家有出头啦。妈，你要真的很喜欢他，那你就收他当干儿子啊，然后顺便帮我转告他。哦，大概是没睡好了，我跟他说好了，妈，我要上班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对，我今天赶不上上班，你不要去了，快去，再见啊，小心啊。嘿，我马上去买菜。哎，小竹啊，你为什么要对妈那么大声吼呢？妈也真是的，
居然把叶子田的二愣子当成宝，哎，真没水，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心情。我们苏伟王你就已经够呕的了。干嘛？你是错药了。大姐，你看，仁杰，仁杰，你忘拿公事包了。好了。你拧那歪了，我帮你整。这样可以了。大姐，我们走另外一条路。哎，大方一点嘛，脸上挂着微笑，自然一点啊。啊。小梅，小秋，早。早。你们去上班呢？嗯。小梅，恭喜你，今天第一天到杂志社上班。小子昨天告诉我，只是个小职员而已。是啊，像我们这种小职员，哪能跟总经理和总经理夫人比呢？啊，能够随时定时间出国度蜜月呀。我们该走了，再见。算了，我送你。是啊，你们可以坐人家的车去上班，这时候坐公车会比较急。嗯，好啊好啊。哎哎，不用了，我想搭公车比较方便。谢谢啊，再见。拍摄啊，拍摄啊！这都乱来，我跟你，我送你去，你们出来边哈。拍摄啊！啊，那边过来等你了嘛哈！来，这电棍哦，啊，咱他们资料单换资料单，唔能叫换掉哈。哇，不哩少坐一下吼，我来洗好。拍摄，拍摄。好好，你紧去紧。啊，时间来点去啊？准备给你洗起来了。嗯，卖洗起来了，我安尼放来吼，真水真好看嘞。哦，你好，谢谢谢谢，不你坐坐，我给你泡茶。坐坐坐坐。哎，哎呀，卡这里，这里，我把电脑。哎，对了。谢谢谢谢，等一下等一下。万才吼，昨昏国华都回来了，还有特别甲交代讲，叫我甲你好好细声多谢者，讲这一摆若不是你斗三工，锦绣夫人袂安尼啊委婉，啊讲要带恁几个人去食饭啦。免遐尼客气啦，免啦，免食饭啦。啊，伊佫讲为国华有扎一块礼物回来吼，讲临工才要带锦绣吼，啊到底哪个细多谢？哎呀，可可唔免啦。当我是做我应该做的代志啦。搁再讲哦，迄是仁杰甲锦绣哦，两个有这個红阿婆的缘啦。卡水若无这缘哦，
当我那看嘛看袂清啊，对。哎呀，阿达呢？厝内面好事连连吼，人家甲锦绣还好好啊，阿小兰阁有声音伫咧，哇！即下我咧心情哦，规拢轻松起来，啊，感觉讲人生哦，真美满了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哎！足好度，我唔知讲这底下有砍挂伫咧。哎，我甲你提平巾，提平巾啊！免啦，免啦，免啦，免啦。店吼，那打去就歹去啦。我甲你提面巾好啦。当面啦，我甲你来去下景就好啦。啊，安尼。我甲你来去就好。哎，林姐，歹势哦，楼卡下景歹去，无去楼顶吼，正手边遐头一间就是啦。好，过过。多谢多谢。啊，别。流水啦，啊！爸母吼，啊，给洗起来，啊，人人人，我打就变安尼啦。不要抱回去，这样很好，很好。以后啊，就这个样子。安尼啊，很漂亮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里面坐了，里面坐。来来来来。来坐坐坐。彩云啊，这些礼物都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。家每个人都有一份。哎呦，你还这搞连锁的啊？你这客气的。本来啊，我是约了聪明一块过来谢谢你的，不过我想还是我亲自来比较好，而且当着他的面，我也不好意思送你这个。这是什么耶？打开来看看。哦，金珠花链哦，这足贵的呢。哎呦，这就贵了呢！哦，太贵重了啦，我不可以收。彩云，你就收下，这个代表我的一番诚心。这一次，要不是你这么明理事大体，那我们锦绣这条小命就毁了。彩云，我对你的感激，还有仰慕，实在不是这一份小小的礼物所能够代表的。啊。王先生啊，你叫我万财嘛，我不是都已经叫你彩云了吗？万财啊，这个珍珠项链哦，真的太贵重了，我不可以收了。哎呀，彩云，我对你的这番心，也只有你跟我才知道，你根本不用害怕吧？啊，来来来，收下。当然，收下。心里搞定我了。收下。太好。哎，万财。你那几家嘞啊？聪明啊，你在上面干什么？啊，我都提点管。万财，啊，你不是先讲好要去阮家招啊？啊，他到底来看彩云？好在我没有过去找你，要不然我不是扑了一个空。你呀，根本就已经先过来看彩云了嘛。哎，我先过来跟彩云讲哦，你要请几家人吃饭呢？哎，彩云，你讲对不？哎啦，哎啦。是啊，林先生是这么说的啦，我的习惯哦，不要这么客气啦。彩云，难道你不觉得我跟聪明一起过来请你，才能够代表我的一番诚意吗？要是他一个人来的话，那你还以为我摆什么架子，不肯自己出面呢？万财，我是无这个意思哈，我搁点彩云的位置，好，正拢讲你好话呢。
起啦，万才呀、啊，你不用担心我会误会你啦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会摆架子的人啦。有啦，蔡文啦、啊，啊，你是当时开始叫伊万才，当然认识遐尼久啊，你哪拢一直叫我林先生？哎呦，莫误会啦，啊，就万才。哦，王先生啊，王先生讲吼，伊就拢叫我彩云啊嘛，啊讲吼叫我叫伊的名咧，啊但是较熟啦，安尼较熟啦。啊，我嘛是一直拢叫你彩云啊，啊你嘛应该换一下嘴哦，叫我聪明才对嘛，吼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啊样以后我就叫你聪明，哎，啊聪明叫到到底，哎嘛真顺口呢。啊对啊对啊。对啊我坐我坐了电话。好。喂。嘿，是啊，啊，啥？我小兰你还混到哦？哦，我是个，哎，我是讲哦，我小兰这个有心哦，唔通后壁甲叮当嘿，嘿嘿，哦，好麻烦你麻烦你。哎呦，我小兰你还混到去啦？啊，就通都算上下无啊？我咧找无人啦。啊，恁我先打电话叫司机来哦。啊，恁先来好，看小兰静个再讲讲啦吼。哎呦，那也安尼啦，啊这。我的车就在门口。我们先过去。哎呀，阿你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不不，哎，这老干呐！小兰，小兰，小兰。振雄，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事了，没事。你又是在，佮讲没事啊？上课上到一半昏倒，哦，我接到电话，我咧惊到阿娘踹一个呢。哇，振雄啊，啊，不是人你走去倒位去啊？也无踮伫边，也护士也联络你袂着。爸，是安尼啦，我安排到公立医院开刀的一个病人出了一点状况，我必须要去处理啊。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啦，我在学校医务室就好多了，害得大家都赶来学校，我真是不好意思。可能是血压太低的关系，吃点维他命补充体力，应该就没事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哎，阮小兰哦，跟我这几个囡仔内面哦，伊阿哩细汉的时身体上淡嘛，上歹油气啦，我阿哩哦，足替烦恼的啦。盛雄啊，你娶到这么漂亮的太太，要懂得珍惜。小兰已经怀孕，就不要让她出去教书，留在家里做少奶奶嘛。这你爸爸又不是养不起。哎，聪明啊，这盛雄的媳妇儿，你可是要负责到底哦。我知啦。我都已经叫盛雄跟小兰搬进来住啊，我房间嘛准备好势啊，你等。小兰要搬回来住，那我就有伴嘞，让我来照顾小兰。等孩子出生以后啊，我要做孩子的干妈。这么想孩子，自己赶快生一个，那我也可以早一点抱外孙了吧？啊，爸，来，大家吃水果。锦绣啊，你老爸说的对嘞。你赶快也生一个吼，啊这样子吼，小兰也生一个，啊两个小孩子在一起，哎呀，都婆我老年人嘞。哇，迄时阵若讲安尼加两个孙仔伫咧吼，那厝过来叫兴起，啊上无紧，迄人愈多愈老实啊。正常，爸爸等，爸爸等啊。阿爸，这有关于搬回来住的事，我在想，到底是想什么啦想啊？但你平常是遐尼无闲，啊放小兰家一个点水，这大家都袂放心你的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尽力照顾小兰的啦。我是没放心啦。阿爸，盛雄他是不好意思占住了冰冰和元豪的房间。我到这里也没烦恼啦。元豪伊那过一间串大间，喊我住的，伊那去家己计较一间房间。我，要唔过我看哦，这盛雄你考虑嘛是无唔对嘞。哦，恁迄个人老迄个性哦，阮俩也袂去哦。我看哦，伊也是转来我遐住好啦。啊，李昌哥再讲哦。哎，头几个月吼是上盖爱较小心的所在，我来照顾好了。妈，我和大姐住一间是没关系了，不过盛雄就……哎，人家小两口啊是舍不得分开来住，你们呢就不要再折腾他们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啦。啊，阿婆安尼归去啦，我的房间给恁两个住，啊，我来给恁阿姐住。不行啦，我和大姐住的时候我是睡上铺，哎，万一妈摔下来怎么办？哎呦，袂啦，我叫你来这困顶床，我困下底就好啊。蔡文啊，阿你唔是有咧足委屈咧？阿小兰我接过这是应该的代志嘛啊？天雄啊，我搬回来叫我意思去做，莫有大家咧在吵完啦啊。嗯，好啦，阿爸，无就这安尼啦。哦，你看，阿你都对我，大家都变拢咧烦恼啊咧，哦。再问啦，阿你以后有时间，咱定来过来一边看小兰，哦。会啦，我会订一寡布吼来给小兰吃啦。啊，
啊，这锦绣你嘛是爱补补啊，你两个呢，那三比八呢？对对对，这样啊，我也可以经常尝到你的手艺。上回吃过你做的菜以后，一直到今天，我都还觉得口齿留香呢。没有，我爸是很挑食，他很少这样夸人家的哦。那样还不甘呀？完了，哎，欢迎啊！以后我常到我家来吃饭呐。哎，这吃饭人多，比较热闹啊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喽。下回啊，我一定再到府上去打搅。欢迎欢迎啦。哦，你这个老干呐，啊，心肝难转，佫变什么出头啊？小军，小军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一阵子你上哪一次啊？怎么都不见了？我外公他去世了。你一定很难过吧？他又老又病的，只对他来说，可能是一种解脱吧。常为你祈祷哎，谢谢你。这个送给你。送我？嗯，这家会保护你的，走。我会当它是我的护身符的，谢谢你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是来向你道别的。道别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外公去世的这段日子里，我想通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我打算好好温习功课，去报考警察学校。这也是我外公生前最希望我去做的事情。什么？你要当警察？我外公生前就是一名警察。我觉得那边和警察最有朋友哎，等你穿到制服的时候，你会过来给我看一看。这是好久以后的事情了，不过啊，我一定会来看你。不许黄牛哦，警察先生。不过在见面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考上高中了吧？嗯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好，一起加油。大姐，你还在忙啊？有什么事啊？你在写什么啊？新的小说啊？我在写主编交代给我的稿子啊。大姐，你可不可以陪我聊一聊啊？不行啦，我这稿子很急哎，我还怕今天晚上赶不完呢。就耽误一点时间嘛，好不好啦，大姐？好吧，你要聊什么呢？你说，我应该怎么去拒绝一个你不喜欢他，他又很爱你，而且啊，紧追着你不放的人呢？你是指叶子田呢？是啊，就是那二愣子嘛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试着去跟叶子田交往看看？或许你会发现他有可爱的地方啊。哎，不必啦。姐姐姐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发现妈的秘密嘞。小菊，你不要这样大惊小怪，破坏了我跟大姐的心灵交流。是好心没好，好不好？虽然我鸡婆，我对不起你们两位心灵大师，请你们两位心灵大师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吧，对不起，受不了啊！你废话连篇。小菊啊，你发现妈妈什么秘密啊？你们两位真的有兴趣听我这个死人的报告吗？我太荣幸，我太感动了。会说烂，多嘴婆。你骂我多嘴婆，就什么都不说，我一个字都不说啊！不说，不说，不说，不说。不说啊，我就踩死你！三姐，你看三姐了，她每次都欺负我，以前还有二姐能帮我，现在我好可怜啊！好了好了，小竹，你就别逗小菊了，让她把话说完嘛。好，我今天啊就看在大姐的面子就算了。我亲爱的妹妹，你有什么秘密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呢？我要死了！
我跟你们讲啊，妈妈有男朋友了。哎，小菊啊，不能这样说话啊。哎，你也像广播电台耶？我才不是广播电台呢，妈妈那个男朋友啊，就是王波波。哎，我今天晚上接到3次他打的电话，都是找妈妈的。哎，找妈妈的就不一定代表就是男朋友啊。可是我的声音都在发抖哎。人间为何总会有遗憾，欢笑缠绵一去不返，太多的人只看见今天，没有人去管明天。世间为何总是有黑暗，不忘近来总是不变，人类的愚昧还是历史残酷，我们总在重复错误。我其实也不是不怕，我不想让悲剧重演，我忍不住大声呐喊，我想抓住每个明天。想哭的时候哭到天昏地暗，想笑的时候笑到星光灿烂，不满意现在就该改变从前，人生其实很简单。时候爱到海枯石烂，匆匆红尘只求无悔无憾，不能怨苍天就该勇敢向前，生命虽然短暂，希望可以无限，人生就是这样简单。相爱的时候是难，匆匆红尘只求无悔无憾，不能怨苍天就该勇敢向前，生命虽然短暂，希望可以无限，人生就是这样。